他这样真的有开吗？10:44，你帮我看一下有开。他是叫嘚嘚嘚哎。对对，开始录了。他只有一条路吗？我是红灯闪烁就是路。对。好。他只有一条路吗？从这里下只有一条路，然后那个黑线我刚看到它红色禁止进入。Okay。 所以不会走错。这条路了，就是下面只有一个缆车。那条是红线，两只脚红线。那个面包店的人很亲切，小朋友很可爱。Do you know if this is another resort or it's the same? The same ski area. It's the same. Ski area, but we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No, 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to. Okay. Yeah, we have only the pass of Yokoyama. No, but it's together. Together, no. Yeah. Or can you show me your PDF? Yes. 我先摇过去哦。好。I think it includes both areas. 嗯。有啊，他的跳是长什么样？他写很手山，但是应该 I'm not sure.我觉得色那个跟它应该是在一起的哎、欸，因为 it should be the same, but I'm not sure. Okay. Yeah, but 嗯，因为他在讲那个区域的时候，他两个区域都是一起讲的啊。Yeah. 好像会不一样啊。If you check the website, they are included. Going down is the Shibuya. Yeah. Your ticket is named as the first word, but this area is they always described in the same place. So I think they are the same. It's the same, no? Yeah. Should be. I think it should be. Yes, I think. Because the other one is very small. Yeah. Yeah. Yes. Okay. Hang on. What now? No,哎呀，我要滑也滑不动哎。我累了，我热，外套拉下来，太热。
是正中间酱厂，你过来看，有牌子。我觉得应该可以下。哦，好累。就想这一站下。哦。背后那个是在红太阳。你也很累吗？对啊，要中间就下。呀。我第一次看到中间下的。嗯，他有写设什么中间酱什么厂。对啊。哦，好热哦。我的脖子后面有头发的地方，超热的，快热死了。这里不行，这里不行。怎样不行？继续进入，左边可以，他那边要我打开它。滑下去就要向左边，是不是？好啊，热死了，好热，好了吗？好的，就是一样的。你要从右边是松的哦。
这里然后。
会太快了，是不是？不会太快了，你滑这。It's better, no? Stay in the lift. What? I think it's better, no? I stay in the lift. No, you should walk long time from here. Yeah, you should get out from here. Can you ask her another area? No, it's okay. Yeah. This is better. 是不透过。走这边，拜拜。往那边吗？啊，两条都一样啊，都是往左右。刚刚滑右边，这次滑左边，好一样。好。现在因为很轻松，就自己练习自己想做的动作。我也没有知道，你给我功课好了。啊？功课，试着稍微脚抬起来一点点。你说不是重心的那一脚？不然要抬重心，奇怪了。或者是跟着我，跟着我也是一个方法。好，跟不上就算了。好，一定跟不上的。弹倒，好热 啊！怎么这样也很热啊？是不是受不了，受不了，再把外套拉下来。
暑いですね。暑いですね。
12点休息，你觉得可以吗？现在大概才11:10吧，可以吗？可以啊。还是你要更晚？他就说自己随便滑，反正是12点那边。好，我想说左一次右一次好了。哈？哦，他如果不下来就可以继续上去。对啊，所以我们待会回去面包店，待会要坐上去啊。OK。那现在我太低了，待会下一次我要走那边，因为这样我。你不要把我缠倒。
一苦労するんですね。登るのに一苦労ですよね。どうぞ。一旦ボロですよね。
一旦ボロです。一旦ボロですよね。一旦ボロ。一旦ボロ。一旦ボ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换角色。这次都没有办法进站，跟他同高度。
定，所以它会联动。
九三出发。出发。开始下雪了。吃饭休息，它可以充电啊，所以我就想要拿出来录。有成功吗？我刚好看到你开始，嘿，起点的地方，我在那边呦呼，然后就听你在那边怎么样。那给你录一段。我。哎呀。我们先上缆车吧。好。你可以录一段，大家可以检查哦，顺便充电啊。按一下就是录吗？不，按两下。哦。按一下就照相。按两，就它开好机变绿灯了以后。按两下，它就开始录，就开始闪烁，就是录。然后我们来看来没有，我要看基友来了没？他来了就他还很远。我下来的时候，我为了赶上你，我就放下了。他还在穿鞋子。但我刚从滑很快，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滑很快没有。我应该是滑很快、欸。你片应该没有多少。我是跟你隔四五个缆车吧。那就是你。这种。地就很安心啊，好累哦，好累。太冲松雪，又摔倒了。太冲松雪，太冲松雪。
带冰的关掉，我应该帮你温热着它吗？你觉得它是因为太冰而关掉的吗？按手套接它带。点点饿哎、欸，但我想要让巨友也录一段哎、欸，就再一段啊，再一次啊，啊，就上去了。好不好？好吗？我有点饿。他有没有热汤啊？有啊，他就套餐，就是有那个著名的汤。哦，我想吃。我还一人一份。就直接用手拿了，你这样不好。那你帮我开咯。好，我帮你开。
变短的。怎么会那么短？好，你前面呢不要举太高，因为它会。停下来吧，我先按一下停下来再关机。好好好，那等会我待会在缆车这边等他。对啊，没有速度了你。好玩。我想人家他们都这样震得上，震得到底要怎么上啊？啊我，啊，很难欸，震得也很难。真的很难上啊，因为我觉得一直用脚好累哦。我觉得我板子太长，腿太短，很难。就长长的那，好，刚没有荡掉吧？
给他充电，所以我说五千，大家我跟小弟都录了一段，这次给你用。啊？不要。啊？不要。好，那我到上面再教你好了。好，那我先教我。我说，先走。冷静一下，好吗？
嘛？伸展哦。我不知道还要滑，你要滑左边还是右边？你要滑左边还是右边？那你不要给我跌到雪堆里去哦。你不要给我跌到雪堆里去哦。哈。我怕，因为它有个洞，会有那个接线的孔。等一下，它是没有封起来的。好，它有个洞是有接线的孔，所以雪会跑进去。好，所以不要，就你尽量不要摔倒。好啊。一直卡我的板子。好，现在我会在那边等你把这个回收。好，然后你，我们就要去吃饭了吧？我饿了。好，刚好就这样。哎，我想说你今天怎么没有靠腰？有，我有跟他说我饿了，但为了要给你录一趟。谢谢你，我以为刚就要上来了。因为我就说三人一人一趟呗。不过你这次雪比较大一点。好啊。好。来。好。先到旁边比较滑斜的地方。啊！要想办法跟他嘛。哦，好啊。那我就跟在你后面啊。你就按开我的就好。好，等会。他打开好了，然后去再复。好 ，Jill， 看 ，One， 耶！你知道不用举太高，在前面。Let's go， 不用举太高，要不要？对，前面。因为举太高会有点从仰角看自己，也不要太低啊。那我们就要跟着他是不是？好，跟着。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啊，停了吗？不会。嗨，耶，我换个手。啊？不知道这样耗掉多少。我是很挡路。你先慢慢走上去哦。好。
以可以，你先上。
我饿了，我饿了，嗯。
脚来过的面包店。